喝好，喝喝喝。张总，8527。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，这是我房间。不是，昨天晚上我明明和我男朋友张天在一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张天做的，好，呵呵呵，行了，别装了，卡90万，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昨天晚上可是我的第。把我当什么人了你？牵手，行，拍个照。行，你要是非为你昨晚买单的话，你千万……狮子大开口了，好，就是1000万，你闭好你的嘴。我南木雪才不稀罕你的臭钱，还有。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钱买的。韩暮雪，有点意思。哦，喂，总裁，您怎么没在公司？这儿有10个亿的生态园项目，需要您过目签字呢。先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南木雪的女人，3分钟内我要她的全部信息。总裁，调查清楚了，南木雪是前不久刚刚破产的南氏集团千金。昨天晚上，她被男友张天灌醉，准备送去讨好，结果送到了您的。看来真的是我错怪了。她现在人在哪？据调查，她现在在花园区。备车，就是花园。是，这不是张天说的远房表妹林雪吗？张天怎么抱着她？亲爱的，你真的把南木雪送上张总了？你可真舍得。南木雪现在就是个穷鬼，可不是什么富家千金了。我有什么舍不得？张天，你不是说她是你的远房表妹吗？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？木雪，你怎么来了？她就是我的表妹啊！天哥。你们两个以为我是谁？昨天晚上就是你故意把我灌醉送到别人的床上吧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装了。没错，林雪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也是我昨天把你送到我们领导张总床上的。我这能不能升官发财，就靠你了。张天，你无耻！暮雪，你竟然敢打我，你疯了！我这么信任你，居然这么对我！信任我？我跟你谈了3年的恋爱，你碰都没让我碰你一下。以前仗着你是千金，我处处依着你顺着你。现在你们家都破产了，我还图你什么？倒是，我们天哥把你送到张总的床上，那是给你一个重新变成有钱人的机会。你呀、啊，就应该感恩戴德，何必得了便宜还卖乖呢？行了，南木雪。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赶紧滚吧！分手也是我说，你这种渣男不配！那娘们没完没了是不？别以为我不敢打女人！张天，这不是给你买礼物送温暖的小女朋友南大小姐吗？怎么动起手来了？是啊，张天，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你也舍得动手？误会啊，误会！
是这个南慕雪背着我勾搭男人，所以我才……对对对，我可以作证，南慕雪背着天哥勾引别的男人，被天哥发现了，一气之下才动的手。你们不要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们，我们可没乱说。大家看，南慕雪脖子上的草莓叶就是他昨晚勾搭人的证据。我还有南慕雪的床上的裸照。大家看，南慕雪就是贱人、骚货。不要脸，真是恬不知耻，不知检点，不要贱！我没有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张天的事情，是他出卖了我。你快得了吧，证据都摆在面前了，你还在这狡辩什么啊？哎呀，谁能想到啊，堂堂千金落魄了后，竟然成了这种道德败坏的人。是呀，我们差点被他可怜的样子骗了。我真的没有说谎。赶紧走，别玷污我们公司。南慕雪，你赶紧走啊，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还想在这勾引谁呢？住手。他是千亿资产的霍氏集团的霍总。对对对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他，他这个人比电视上还要帅。那他怎么对南慕雪这么温柔啊？秘书，收购花园集团，把这些欺负南慕雪的人全部开除，包括那个富商。是，来。谢谢你帮我，我还有事。怎么了？昨晚的事？你别胡说，昨晚的事情我不记得了。忘记了，没关系。我都想起来了，可是为什么我诬陷你的房间？昨晚我房太后掉地上，被服务员弄错了，所以你才出现在我房间里。昨晚，你我这玉佩是你的吗？是我妈妈去世前留给我的。你忘记了，三年前我遇到车祸，是你帮我叫救护车。这玉佩染了血，我帮你擦干净递给你的。先生，先生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喂，120吗？对，这里发生了一起车祸，地址是……对对对，你快来。先生，先生，再坚持一下，救护车马上就来了。这三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。啊，是你啊，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你受到半点伤害。辛苦您了。喂，房租？不是。房东叔叔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现在没钱，你能不能再通融两天？哎，喂喂，你别在外面租房子了，直接搬来我别墅。不用不用，我已经麻烦你很多了。喂，南大小姐，快来万豪酒店啊！同学们都到了，就等你了。哦，我万豪酒店是吧？好，我马上到。在破产前，我给同学借了一些钱。今天我们正好在万豪酒店开读书会，我就想说看看能不能要一些房租回来。那我先走了。总裁，您是否回公司？不是有个合作在万豪酒店吗？去万豪酒店。
班长，还是先忙。这万豪酒店吃一次饭都没关系吧？咱们今天狠狠踩南木雪一顿，让同学们敞开了点菜。好，那你就赶紧去接。对了，我最近呢想开一家美容院，让他再拿点钱给我。老乔，哟，难道是不是？你可真够喝的。为什么？甜甜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他们要吃有点慢，所以耽误点时间。同学们都到了吧？我们进去吧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木哥，你怎么坐公交车来的？你堂堂南氏集团的千金，怎么可能坐公交车？开玩笑。我家破产了，所有的资金都还了款。我这次来同学会就是找同学们来还钱的。你家破产了？其实我之前借出去的钱，我有点不好意思找大家还，但我确实现在很困难，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小念，你过年的时候不是娶媳妇儿跟我借了20万彩礼吗？你不还我钱，我就把房租交了。不是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时候借的钱？那明明是我结婚的时候你给的彩礼钱。小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20万是我借给你的，我另外又给了你2万份子钱了。你说我借条了，行，借条了，来，借条了。我是没有借条，但是我有转账记录。你这准备赖账不还钱了是吗？南木雪，你说话注意。我赖什么账？啊？我只知道我可没写过什么借条，那20万是你给我随的份子。哪有给别人孙子钱还要要？小天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是信任你才没有写借条的。行了行了，不光无效。你可别再选挑战我了。既然你没想我，同学们也别害怕。抬头。顾小天，我没想到你是有人。好，你不还我钱，我找钱。南木雪，你要点什么？你现在就是一个路人。同学们现在可不是你能高攀的几个人。你现在赶紧走，别再打扰同学了。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万豪酒店闹事？这个人不让我参加同学聚会，请你将他拉走。这不是南氏集团的南大小姐吗？哪个不长眼的，在这得罪南大小姐啊？兄弟，我什么我？敢得罪南大小姐，活腻了你！我们万豪集团不欢迎你，赶紧给我出去！兄弟，南木雪家早都破产了，她现在可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了。什么？破产了？对，但我之前在你们酒店消费了那么多，即使现在我没钱不能消费，也是你们酒店的客人。我呸！你都没钱消费了，还算什么客人？经理，我可是能承担得起你们万豪酒店消费，到底谁才是客人？真的，你才客气。好，既然现在南木雪已经没有消费能力，而且他还得罪了我，那就麻烦你们把他赶出去。好，先生辛苦，我立马就去接待上。南大小姐。既然你已经没有能力承担在我们万豪酒店的消费，请你离开了。我之前也在你们酒店算是尊贵的客人，你们凭什么干我？就因为你现在是穷人，万豪酒店的东西你不能跟我们说开。男请女的，不要跑了。我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，是同学们请我来的。他们之前借了我那么多钱，等他们还了，我就能消费得起了。经理，你确定要来？对呀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什么借钱啊，都是他胡说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同学们就在楼下，要是打扰到他们，到时候我可不是你们都得死。既然南小姐死皮赖脸不跑，那就别跟我们酒店客气了。保安，立马把南小姐丢出去。喂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欢迎欢迎，您的包厢已经帮您准备好了，我带您进去。保安，不是让你把这个穷鬼丢出去吗？还在这打闹，赶紧丢出去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我女人！霍总，您说什么？瞎了眼，狗眼了！这位是我霍总的女朋友，我看你该被丢出去。是你！你不去参加同学聚会吗？你还不？你又让你看上他，他们说我没钱，所以不让我请客。就我的女人。我的钱都
谁敢狗眼看人低？不，霍总，牡丹小姐，我的错，我向您道歉。都是那人所走的，是他欺负咱小姐，你给我过来！霍总，霍总是我有眼无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再也不敢了呀。这人怎么欺负你？想要怎么惩罚他？那就算了，那就赌一局。只是我之前借了二十万给他借的，他说我没有借条，所以不还不还我女人的钱？好大的胆子啊！总裁，这种绑架，废物！不要！我还钱，我现在就还钱。来，小姐，钱我已经传给你了，你就让霍总放了我吧。这种事我以后真的再也不敢了。管我是怎么样的，但是你刚刚侮辱了林青花。他还侮辱你？你这是？我上去，掌嘴。霍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不行。看到我们是同学的份上，你就让霍总饶了我吧！不去，不去。我小姐，上课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对，是我狗眼看人低。求求您让霍总放了我，我以后真的再也不敢了。先生，要不算了，相信他经过这次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但是我要从这次起来，那是多大的？好了。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这项请处理。谢霍总，谢大小姐。先生，谢谢你。那我先去参加同学聚会了，回头再和他谢谢你。我要跟他合作。奇怪，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我好像对他。不想了，得赶紧上楼。我女人在酒店的一切消费，直接记我账上。是霍总。这万豪酒店的饭菜味道啊，是一绝。我也是费了好长时间啊，才订到这个包间的。同学们，今天大家不要羞涩，大家随便点。今天是由。不学请客。哎呀，班长，你还挺会借花献佛的嘛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不是万豪酒店的葡萄酒一绝，我就点两杯吧。别着急啊，两瓶怎么够呢？反正男同学买单，咱们可别跟他客气，直接上五瓶八瓶的拉菲。反正男同学这么有钱，咱们可别跟他省着。哎，对了，班长。苏小天不是去接南木雪了，怎么还没到啊？我们都等这么久了。也是啊，哎，这个南木雪真是的，你太不把我们大家放在眼里了吧？就是，同学们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为您等。不晚，我们这里是帮点菜的。是啊，木雪，你可是南大小姐，最近头多，同学们都理解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木雪，我们好久没见了吧？开动！哎，木雪，对了，宋小天不是去接你去了？这人呢？宋小天说他家里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哦，没关系，咱们下次聚会的时候啊，对，哇，木雪。你这衣服挺好看的，哎，不是标呀，不会是定制的吧？定制的，木雪，你在哪儿定制的？花了多少钱啊？看着还挺舒服的样子，我也想订一件。哎呀，咱们南大小姐这么有钱，这么一身定制的衣服，怎么着也得七位数吧？那不就得上百吗？南大小姐，你真厉害。哪像我们，我这一身十几万吧。没有，我不雪啊。看，我们今天啊特地参加这次聚会啊，就是为了见见你呢。大家的衣服啊不是新买的呢，不过像你啊，看咱们聚会啊真的是难得一次哦。家里又这么有钱，介意请您吃顿饭吧。哎呀。
铁班长，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。每次聚餐啊，都是南大小姐掏的钱，那这次肯定也是一样啦，对吧，穆雪？那个同学们，我这个衣服真不是定制的，就我随便买的地摊货，才100多块钱，不是什么奇品。那小姐，您就别谦虚了，您可是南氏集团的千金呢，怎么可能买地摊货吗？对呀，穆雪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我真的没有开玩笑，其实我家里前段时间出了点事儿，破产了，负债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，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，所以我也只能买这种地摊货，但是质量还挺好的。等等，南雪，你家真的破产了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哎呀，南暮雪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破产的事儿，一时半会儿说不太清楚。啊？你家不会是真的破产了吧？南暮雪，你什么时候破产不好，非要在同学聚会让你显到亮的时候破产？我看你是故意的吧？我其实这次来同学聚会，除了想看看大家之外，还有就是前前后后我给大家借了这么多钱，我想大家先还一还。借钱？我们什么时候问你借钱了呀？对呀、啊，什么借钱不借钱的，是不是穷疯了？那就说这个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宋慧，之前你创业的时候我拿给你50万，瑶瑶，你家里生病没钱治病的时候是我拿给你100万，还有黄飞和小芬，你们两个也陆陆续续在我这里拿了好几十万。我说南暮雪，我什么时候借你50万？当时你明明说是赞助给我的，没有钱的时候是可以不还的呀。是，我是这么说过。但你现在混的也很好啊，公司业绩也不错，你为什么就不能还我钱呢？是我们的钱，凭什么给你啊？哎，暮雪，我家是什么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，我哪有100万给你啊？不过你放心，等我有钱了。那黄飞和小芬呢？你们俩光身上的衣服就好几万，你也会说没钱是吧？你给我们房费才多少，你好意思要回去吗？对呀，你给我们那点钱我们早就花光了，一分没有，没钱。还什么还呀，这些都是他当初自愿给我们，哪有人给别人的东西还要回去的道理啊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反正一向敬重，可我没想到你也是这种。所以你怎么说？反正那些钱又没有打借条，没有借条我们就不认。哎呀，实在不行你可以去告我们呀，我倒要看看这些钱你到底啊能不能要回去。对，我们凭本事要来的钱，凭什么还你？对呀，又没有借条字据，还想让我们还钱，做梦吧。太让我失望。行了，南暮雪，我也是看在你之前对我们比较大方的份上，这次啊才让你勉强跟着我们吃饭的。不过这以后我们再聚会的话，像你这种穷鬼连房租都交不起了，你要不给我这脸呢，打扰了我不舒服，让我们感到晦气。这么对我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后悔？你有什么本事你给老子使出来，老子还就不怕你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咱们难得聚一次，不要这么针锋相对了，大家都坐下。既然今天南暮雪请不了客，那咱们就把没开的钱给退了吧。啊？我好不容易能尝尝82年拉菲的味道，就被你这个穷鬼给破坏。你他妈是故意的吧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我早就说了，他这副鬼样子迟早倒霉。瞧瞧，现在被我说中了吧，不仅破产了，穷成这样还想来问我们要钱。哼，你们你们什么你们，这里没有其他的事儿，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就是穷鬼不配跟我们说话。之前我辉煌的时候你们一个个巴结我，现在我落魄，
你们一个个落井下石，还要踩上一脚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对你们掏心掏肺。掏心掏肺？什么掏心掏肺呀、啊？当初要不是看你有点钱，脑子不好，你以为我们愿意花时间陪你演戏吗？你们这群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一定会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哎呀，同学们，你们刚听到他在说什么了吗？他现在啊，都已经穷成这种样子了，竟然还敢说大话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南木雪呀，南木雪，就收敛收敛一点吧。你早就不是什么南大小姐了，你可再别逗我们笑了。你们。哎呦，都说瘦死骆驼比马大，八二年的拉菲也别退了。今天这顿饭呀，是我们请的。嗯，没错，这顿饭啊，本来就应该让南木雪请客。南木雪，你平时不是很嚣张吗？那这顿饭就应该你来付钱，这也不多啊，也就30万而已。什么？30万？这菜和酒都是你们点的，凭什么我来付？你给我站住啊！告诉我，今天这顿饭你要是不付钱，你休想出得了这个大门。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点的，要付也是大家分摊才对。这年头谁出来吃饭还 AA 呀？哎呀，你要是没钱，那就以身抵债呗。这个主意好，这在场呀就我一个男的。南木雪，你要么乖乖付账，要么卖身抵债。你们给我等着。这顿饭是我请你们吃的最后一顿饭。哟，同学们，大家可都听到了，咱们破了产的南大小姐说了，这是请咱们吃的最后一顿饭。那咱们还客气什么呀？大伙儿敞开了点吧。服务员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菜和最贵的酒都端上来。先生，您点的这些酒和菜一共加起来40多万，您确定都要吗？确定。难不成还不赶快付账？你好，我是南氏集团南大小姐南木雪，我之前经常来这里吃饭，但我现在卡里没有这么多钱，可不可以分期付款？南木雪呀，南木雪，你居然还想搞分期付款，你真是笑死人。这位客人，本店不支持分期付款，您这边怎么支付啊？那我先打一个电话。你打什么电话？我看你就想拖着不付钱吧。我没有，你把小金还给我，我要找朋友帮忙。行了吧，南木雪，你现在啊就是一个穷鬼，谁还愿意跟你做朋友呀？我劝你啊，赶紧把钱付了。小心啊，一会儿我们对你就不客气了。你要干嘛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谁要是敢乱来，我朋友是霍氏集团总裁霍先生，你们要是敢动我的话，谁都别想离开这里。我呸！霍氏集团的总裁啊，那可是神一样的人物，你有钱的时候就高攀不已，你现在都成穷鬼了，竟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乱攀关系啊！班长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我看他就是故意拖延时间。既然没钱付款，那就直接动手吧。你干嘛？南木雪，放开我！没想到可以睡到上学时的女神啊！别松手，你别过来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就是这个南木雪。他准备逃单，我们啊正准备把他绑了，让你处置呢。boss， 南小姐可是我们的贵人，敢跟他们讲，我看要被教训的是你们才对。经理，你弄错了吧？这南木雪已经破产了，还是贵客。你就闭嘴！我说这就是，南小姐就算破了产，那也还是我们酒店的贵客。南小姐，不好意思，照顾不住，让您受委屈了，请您责罚。没事的，经理，这跟你没关系。是这样的，经理，今天这顿饭
我卡里没有那么多钱，可不可以分期付款？哎呦，那小姐，您可别这样。今天您在我们这儿所有的消费，我们酒店都为您免单。免单？哎，是这样的，那个霍总吩咐过了，今天您的所有消费都记在霍总的账上。哎，但是我们酒店还是决定为您免单，希望您能笑纳。对了，南小姐，这群人对您这么不敬，您觉得怎么处置？需不需要我叫人把他们都救出去？没有啊，经理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没有对南小姐不敬，我们就是开玩笑的。是，我们都是同学，这开开玩笑、打打闹闹都是正常嘛。这经理严重了。不用了，经理，没必要。那请您看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啊。刚刚经理说给你免单，真的是把我无奈的打脸。是啊是啊，哎，陆雪，你好有本事啊！哎，不会之前说的破产是假的，你是逗我们玩呢吧？哎呀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太不厚道了吧？你想多了，刚刚经理说的免单其实是记账在我朋友的账上，不是？我就说嘛，南木雪都破产了，怎么可能还会有人给他面子呀？您知道了也没用。南木雪又不是让你掏钱，我们都说了你几句好听的，怎么你就得意起来了呀？哎，这不是你那个男朋友小天儿啊？不知道啊，南总听说得罪什么大老爷。早就被赶出北城了。啊，木雪，你男朋友都离开北城了，仁兄，我跟张天已经分手了，而且他嫌贫爱富，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去？这张天真是可怜啊，找了个这么晦气的女朋友。那是他的问题，与我无关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今年呢，我们想收到南木雪的礼物，这收到了，不过。没关系，我呢给大家一人准备了一套护肤品。哎呦，这天气干燥，我们啊一定要做好保湿，保养好自己的皮肤哦。来，您也有。班长，这是那个贵妇护肤品吧？这一套得一万多吧？你是给我们每人都备了一套吗？当然了，一人一套，王菲。那护肤品你又用不上，送给你女朋友吧。谢谢班长。哦，对了，老徐啊，这护肤品呢，刚好就少了一条，不是没有了，你不会介意的哦。不去了，春花，你可真有意思，有钱给大家买礼物，没钱还我钱是吧？哟，我就是不还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哼，吃。哎呀，班长，我刚才来的时候匆忙，忘了给大家备礼了。这样，我给大家一人发一个999的红包吧。我正好也炒股，赚了点小钱。那我也给大家转个999吧。那我也转999。收到了，收到了。哎呦，看来今年大家都赚到钱了。不仅啊，真的是名牌，而且这发红包都这么大方呀。哇，吴雨雪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没有收到吧？你也不要怪大家了，我们知道这点钱你压根也看不上啊！你们太欺负人了。南木雪现在不就是个穷鬼，还这么倔强干嘛？今天这一顿不如由你来服务我们，还能看在昔日同学的情分上帮你介绍对象。我的女人不需要你来介绍对象。这你要是要做什么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开完了，我要再不来，能被他们欺负。感谢各位的好意，我们家陆雪不需要这些，我就是陆雪的男朋友。为什么？南木雪已经不是男生了，你长得这么帅，穿这个。
对对对，你不会被他给骗了吧？南慕雪就是个穷鬼，还一身的公主病。你不如踹了他，跟我在一起吧。花冠，你离我远点啊！我的女人可比你好千百倍，你连她一个指甲盖都比不上，还是服务，真的。你才不要脸呢！南慕雪，你就允许这个男人这样欺负小姨吗？这也太没有绅士风度了吧！你们刚才欺负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绅士风度啊？他们欺负你了？嗯，他们欠我的钱不还，我一个也不。狗男女，敢让我丢脸下不来台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敢欺负我的女人，简直是活腻了！你放心，我给你讨回公道。哎呀，班长，我家这50万的手表不见了！小鹿的表丢了，快，让同学帮他找找。这应该找不到呀，哎，会被人偷了吧？这里面就南慕雪最穷，我怀疑就是他偷的。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拿你的手表？南慕雪，你别狡辩了，这里面就你最穷，不是你拿的，还能是谁拿的？南慕雪，你怎么那手脚不干净，拿着小夫的手表呢？我没有。南慕雪，你还死鸭子嘴硬？我没有。南慕雪，你拿了小夫的手表，你赶紧还给人家。你就算想让我还钱，你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吧？我连他的手表都见都没见过，我怎么可能拿他的手表？先生，你信不？我当然信你，连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便宜货色手表，你怎么敢？什么便宜手表？他的家已经破产了，不是他偷的，是谁偷的？小凤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家是破产了，没钱，但我不可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你不要污蔑我。你敢不敢让我们搜身试试？你们有什么资格搜身？有我在，你们动我女人一下试试？你口口声声说没有偷我的手表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搜身？是呀，雪，这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你干嘛想着搜呀？先生，我没偷，没关系，让他们搜。瑶瑶，去搜他的身。小花，去搜他的包。小芬太过分了，划伤了我的手。找到了，还说没有偷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手表明明不在我包里，怎么会这样？现在大家都看到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我明明没有偷。我相信我的女人绝对没有偷。这手表应该是你偷的。你这个人胡说什么？明明在她的包里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南慕雪，这手表可是从你的包里搜出来的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有什么可狡辩的呀？我看啊，真的就是不要脸。我收拾，我不收拾你啊！你居然打女人！班长，你快给我做主啊！南慕雪，哎，你男人这样的欺负小芬，你还不让他跪到地上给小芬求饶？霍霍青山刚刚被打的人就是我，你还想让他道歉？你们疯了吧！南慕雪，既然指使这个男人打我，还偷我的手表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给我说法，你完蛋了！你才完蛋了！手表的事我看了，是你放进我女人包里的。他贼喊捉贼！胡说八道！我为什么要陷害他？我又不是吃饱撑着的。你以为你不承认就没人知道你做的事儿？我这个人喜欢左掌自己摸的心事。从我进包生起，你的举动就很危险。录像？你是说你拍到他把手表放到我包里的视频了？骗他的，配合我。怎么？你是要我把录像播放出来给大家看看你的嘴脸，还是你自己承认？小芬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最好现在承认。否则到时候我把录像放到网上，让网友评评理，到时候可就晚了。我，小芬，看你，早
怎么回事呢你？没错，手表是我放在包里的，怎么样？果然是你陷害的我，你太可怕了。行，既然你已经把手表放在我包里了，那这个就当做是你还的债，到这里了。东西脏兮兮的，不能要，回头我买好了送。放心，我带，直接拿去卖。手表是我的，你还给我。再靠近我女人一步试试。南木雪，你给我等着。好啊，等着。骗你钱吗？故意膈应，怕我让他们还钱？什么欠债？什么还钱？我哪里跟你说了？没钱。南木雪，你别以为你找着吃软饭的小白脸，就有人给你撑腰了。我告诉你。没有欠条想让我们还钱，门都没有。是呀，南木雪，刚刚不是都说过了吗？这些钱是你给我们的，他要什么要啊？是，我本来是想着这些钱花钱买个教训，不要了。但你们这么欺负人，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。有我在，他们敢不还试试？小白脸，你指这张脸呢？这南木雪是个什么？你八成也是个穷鬼吧？我们就不还钱了，能把我怎么样啊？还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呢，竟然在这儿威胁我啊！你吃错药了吧？我确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不过只是个平平无奇、身价千亿、我们公司霍氏集团的总裁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是霍氏集团总裁霍总？大家听到了，他说他是霍氏集团的霍总。这怕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吧？哦，对了，你刚说你叫霍开山是吧？那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可不是只要是姓霍的就都是霍氏集团的总裁。我作证，霍先生就是霍氏集团的总裁。我呸！南木雪，你以为找个小白脸姓霍就能冒充人家总裁了吗？要不要脸呢你们？你们才不要脸，真的就是霍氏集团总裁。南木雪，你还有完没完了你？别对我女人动手动脚。反正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咱们走着瞧。放狠话谁不会啊，是吧？这女人有那么害怕了吗？南木雪，既然你们非要做，那咱们就来验证呗。哦，你想怎么验证呢？这霍氏集团的总裁可是身价上千亿的霸总，你刚不是说你是霍氏集团的总裁吗？那这样，你如果能拿出上千万的礼物都送给同学们，那么我们就相信你就是霍氏集团的。千万的礼物我自然送得起，但是我为什么要送给你们这群欺负我女人的白眼狼呢？对啊，你们当我们是傻子？南木雪，刚才同学们都互相送了礼，唯独你连个红包都舍不得发。既然人家说是霍氏集团总裁，那区区这点钱根本就不放在眼里，送给我们有什么不对的？就是就是，这霍总啊可是神仙级的大人物，你霍千山竟然敢冒充，哎呀，那你就打打我们的脸，礼物给我们了。你想空手套白狼门都没有。霍先生，您不理他了。没错，你千万对我来说最不适合，送给他们就是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说大话？你的钱是真厚，你不是能拿来钱吗？你给我往过送呀！喂，秘书，拿三千万黄金过来，给你五分钟。霍千山，三千万黄金你说送就送，这么多钱送给他们，我们不吃亏了？放心，他们不敢要，到时候他们欠你的钱，我要他们求着还你。南木雪，霍千山。三千万，可是我们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呀！
你们一个落魄女，一个小白领，是谁给你们胆量，居然说这样的大话呀？有什么哪来的自信啊？南木雪，你就别逞能了。等会儿礼物送到了，你等着看。那既然你们这么自信，那不如我们打个赌呗。赌什么呢？就赌你们能不能拿出3000万的黄金。要是拿不出，就给我们每人100万。南木雪还要将我的手表还回来。这个赌注好，我喜欢。哎呦，你们敢赌吗？可以啊，但如果你们不输了，你们欠我的所有钱都要了。这样太便宜他们了，借钱还有利息呢，完全得翻倍。好大的口气！好，那赌约正式生效。班长。他俩这么自信，这个小白脸应该真的很有钱吧？而且就算我们输了，仗打劫人家也太好了。哎呦，你就别担心了，这霍千山如果真的有一天，他怎么能看上、这样的落魄女？好啦，不用担心了。我看呀，就是你要是不敢，就别掺和了。我们每人拿走100万，剩下的你一分钱也别想了。我一直觉得秦无方脑子太热。雷啊，既然你选择不参与，说明你还没换到。废话少说，限你们一分钟内把3000万礼物给我送过来，否则你们就认输吧。我霍千山从不认输，输的只会是你的。这都死到临头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输了拿不出钱来。求饶的样子。剩下的1分钟只剩3秒了，3、2、1，你们输了。总裁，3000万黄金到了。黄金？真的假的？这小白脸竟然能拿出这么多钱来！这些东西可不是你们能碰。总裁。林工，你不缺钱吗？这黄金送你。霍千山，你几个意思？不是说好送给我们吗？对，说好送给我们，还同意了。莫雪呀，你这男朋友不说话不算话吧？他都已经这么有钱了，就为了这点钱，总不能洋洋不信吧？霍千山确实说过要送给我，但是他的东西。怎么处置？他处置。这黄金我不能动，你说好了。也是，这黄金太少，回头我找人重新控制珠宝税。真不要！你霍千山，既然南木雪不要，这点黄金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，要不直接就送给我们吧。就是就是，你不是都说了这些黄金送给我们吗？不能洋人不信吧？相信霍先生这么有钱的人物，最重口碑吧？这要是说出去，让别人看。黄金的事先放一放，咱们再说说赌钱的事。现在说谁赢了？我们认输，我们认输，我们认输，我们心服口服啊！这暮雪的钱，我们愿意，愿意。对对对，我们翻倍还。你看，我们都认输了。该把黄金给我们了吧？说话算数嘛。对呀、你先把黄金给我，我们立马转账给南木雪。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。你先把钱还给我，黄金是他的。木雪，着什么急呢？我们又不是说不给你还钱啊，只是我们现在没钱。哎，不过，这个黄金倒是给我们了，我们就有钱还给你了。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当我们是傻子是吗？南木雪，我们可没有这个意思。你说是翻倍了，3倍都可以，前提是你得先把黄金给我们呀。你快把黄金给我们。给我干嘛？你们这群人太任性了，根本就是想空手套白狼，根本不会还南小姐的钱。黄金我是不会给你们的，但是还钱的事儿，
我现在只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到底是还还是不？我们可不要什么机会，只要把黄金给我们，我们就给你还钱。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么无耻的老板，你们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谁吗？是霍氏集团的总裁霍总。霍总已经给了你们机会，你不懂珍惜，那就等着后悔吧。你这话我已经听了好几遍了，你们还想在这骗我？我们才不会被你忽悠呢。就是，还想让我们后悔？那你倒是让我们后悔啊。你们什么你们？把嘴都给我闭上！哎呦，经理来了，我们这些同学啊，闹着玩呢。闹着玩？你们有什么资格和身份和霍氏集团的霍总有关？你一个个混多不耐烦！什么？这真是霍氏集团的霍总？哎，霍总，您跟他小姐没什么事吧？我现在就叫人把这些以下犯上的人全给他揪出去，立案。是，霍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哎，你原谅我们吧，你大人一小人过，你就放我们彼此吧。霍总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您别生气，我们还钱。穆雪，我把钱转给你。我也转了，霍总，你就看我们道歉又还了钱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们吧，求你。钱能还你的话，为什么还没还呢？但是苏贵人百万银，我没有你的账号，请你给我个账号，我现在立马就还给你。啊，别动我的女人，再凑近，别让你靠近。我不靠近，穆雪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把账号发给我，我双倍还给你。我们去了，现在可以让霍总原谅我们了吧？钱是还了，不过这是你们该还的。你们三番两次欺负我女人，这是写上的。霍总，这些是霍总请你的，我现在就让保镖进来，将他们赶出北城，永远不能回来。那就这么办吧。别让他们走，霍总。来人！我们是南木雪的同学啊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木雪，我们是同学呀、啊，北城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。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放了我们吧。穆先生，逐出北城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看在他们这么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份上，要不小陈代谢？好，都听你的，那就让他们公司开除他们吧。行了，秘书。下去，带走，走。穆先生，这次我不用麻烦你。都说了不用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房东叔叔，我还租，那个我马上回来交房租。我得过去交房租了，不然我就要被赶走了。走。该死的南木雪，你千万别让我有机会报仇。听说朱珊珊还喜欢霍氏集团霍总，要是让他知道南木雪勾搭了自己爱慕的男人，那就有好戏看了。喂，珊珊，我刚才看见霍氏集团的霍总和南木雪在约会。你说什么？南木雪跟霍千山约会？怎么可能？南木雪那个落魄的东西，霍总怎么看得上他？是真的，不信你去问问南木雪。南木雪，就自求多福吧。房东叔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凭什么进我的房间？老子凭什么要经过你的允许？这是我自己的家。哈，回来的正好，
把下个月的房费给我交了，不然的话收拾东西不还债。这是这个月的房租，现在你可以走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等等，钥匙。什么钥匙啊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凭什么把钥匙给你？那我换锁。换锁可以，换锁你给我拿一千。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？凭什么我还要给你一千块钱换锁？你自己要换锁，就等于说把我家的门锁了，你必须得给我。你，南慕雪，给我出来！晨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都好久没见你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担心死了。哎呀，你还担心我？我看你是巴不得我不回来，毫不影响你勾搭我喜欢的男人吧。不是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装什么装？你明知道我喜欢霍千山，就趁我出国这么几天，你就勾搭霍千山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珊珊，我没有勾搭他。总之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你还狡辩？你的老同学什么都告诉我了，你现在只是个落魄千金。我警告你，离霍千山远点。珊珊，你跟霍千山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凭什么资格警告我？就凭我是朱家千金，以后未来霍氏集团的夫人，而你只是个落魄女，只配沦为玩物。朱珊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枉我把你当闺蜜，你居然这样。我怎么不能这么对你了？之前你是高高在上的男士千金，我不得不巴结你讨好你。反正我再告诉你一次，你离霍千山远点，否则你别怪我不客气。朱珊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以后我和霍先生怎么样，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臭不要脸的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呦喂，原来是资产上亿的朱家大小姐啊。对呀，这种人生气不值当不值当。你是谁？趁他有你说话的份儿啊。是是是是是，没有我说话的份儿。不过这房子是我的，是我租给他的。啊，对了，如果你不想让他祸害你的男人，你可以把我这房子租下来呀、啊，把他赶出去，让他无路可走啊，是不是？房东叔叔，你怎么能行？这房子我租了，租金是现在房租的三倍。这张卡里有一年的房租。嘿，来，把他给我赶走。南慕雪，赶紧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我刚刚才交了房租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凭什么？呸！我就敢，这是我的房，说不算。我现在就要搬进来，你赶紧把他那些东西给我收出去。东墙已爆，我这就扔。住手！你别碰我的东西。走开！南慕雪，你这个狐狸精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勾搭男人？欠不欠啊你？我没有。还不是和你抢男人了吗？我这儿倒有一个办法。哦，什么办法？只要这个妞成了我的女人，她不是就没办法和你抢男人了吗？啊？嗯，这个办法好，只要你让南慕雪变成了你的女人，让霍总厌弃了他，我会再奖励你五千。没问题，来吧，妮儿。珊珊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坐下。南慕雪，你别怪我心狠，反正你都穷成这样了，跟了房东，错的归属呀。这你太过分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对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好啊，我等着。行了，记得拍照留点证据。好嘞。别过来。南慕雪，你就乖乖的做我的女人吧，啊，省得你吃苦啊，啊。你别滚！别碰我！咋打我？啊？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啊！放开我！妈的！住手！住手！
有我在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你他妈谁呀、啊？哪来的臭小子，还敢打老子？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敢叫我们霍氏集团的霍总为臭小子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霍氏集团的霍总，敢欺负我的女人，死一万次也不屈。活下去，霍总，霍总是我的，霍总。 都是朱珊珊，是她搞的鬼。我已经控制住她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可是朱氏集团的千金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朱珊珊，南慕雪，我警告你，赶紧让她放了我，否则我会让她后悔的。你这个女人还真是……霍总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吗？她刚才在勾引那个男人，你还护着她干什么呀？朱珊珊，你闭嘴！ 真是死不悔改！哎，陆家千金上，我立马让陆家破产。霍总，不要了，不要让陆家破产，我知道错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霍总，我爱慕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这么对我啊！你让人欺辱我女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不能这么对她？慕雪，南慕雪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们这么多年的闺蜜，我真知道错了。别跟我提闺蜜，你把这个词都玷污了。行了，带上你。慕雪，霍总，霍总，我不想让你。我这主子还满意吗？嗯，谢谢你，我很满意。不用跟我说谢，你这个地方住的太差了，我立马给你准备套别墅，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吧。不用了，我住后妈那就行。 行吧，我送你过去。阿姨，南雨菲，你们吃的瓜子皮能不能扔到垃圾桶里？好你个南慕雪，你个拖油瓶，让你干的活你都不乐意了，你怎么不跟你死去的爹一起跳楼呢？真是晦气，赶紧给我买下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 妈，我说你也是的，你说爸都已经跳楼了，你还非要把那南慕雪收留回来干嘛呀？傻女儿，你也有不愿意让她在家里。我这不是为了咱俩名声着想吗？可是你说，真要有一天南慕雪要是知道咱是因为钱害的南氏集团破产，还害得爸跳楼了，那咱得到的这一切不就都成泡影了？所以啊，必须得，这次。 让他去无回。就是他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还要回家做饭，我先走了。 哎，喂，妈，儿子，你刚回国就跑哪去了呀？我给你举办了一个欢迎会，今晚你务必参加啊！妈，你这又是在哪儿说？今晚各大名流千金可都会来，你好好看看，给我选个儿媳，也让我早早抱上孙子。喂，妈，妈，总裁。 南小姐的车祸不是意外，是南小姐后妈找人指使，车主现已经要死了。这样，帮我安排一张明天的邀请函到人家，在明天的宴会上，我会向所有人宣布，我霍先生的女人就是南小雪。这个拖油瓶，竟然没死，真是命大。菜我买回来了。 南慕雪，你这投胎出来啊你！买个菜买这么久，有点事情耽误了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和那南慕雪人有什么仇？车祸该死，你爸又如何？迟早冲死！啊！你个死丫头，你想烫死老娘呀！
故意的。赶紧去开门去，这样干啥？真是混气！姓是什么呀？说是收了霍氏集团霍总的命，特地邀请南小姐去参加今晚的霍家宴会。哦，霍氏集团的霍总，不是刚刚听说回国了？哎，马里，我可听说这霍家今晚举办的宴会可是选妻大会啊，但他们霍家怎么会给我们发邀请函？那你刚刚没听人家说是送给南小姐的？南小姐不就是你吗？可是我也不认识这个霍总呀。傻女儿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没准人家霍总早都看上你了。哎呦，不得了了，我的女儿要做豪门阔太太了。哎呦，真是就是现在有些人呀、就像臭水沟里的脏东西，不值一提。妈，你说我要是去参加宴会，我岂不是得带个仆人才能符合我大小姐的身份？不行，就让这个南暮雪当我的仆人，全程伺候我吧。也好，不要。怎么让你去见世面，这是你的福气，由不得你。雨飞，走，跟妈去选今晚参加宴会的礼服去。妈，你这霍家的宴会厅也太豪华了吧！这我要是嫁到霍家，岂不是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了？那当然了，你看看这什么家当，都上百万的古董啊！哎呀，各位来宾，今日举办宴会，主要为我儿选妻。今日谁能得到我儿手中的花，便是我儿选中的未婚妻。现在宴会正式开始。哇，你霍总戴面具都这么帅啊，想我想我。妈，哎，霍总在看我呀。是我是霍总。贤侄女，呀，我女儿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！哎呦，我的男人你看什么看？你才是我女人。霍总，您还亲自送花呀？你，天哪，这是谁呀？居然得到了霍总的青睐耶！霍总，我才是南家大小姐，她是我仆人。管你南非北非，你不认识。霍总，你特意送给我女儿的邀请函，你都忘了吗？我邀请的人是你南家小姐，但不是你南雨。霍总，南家就我一个大小姐，你肯定是弄错了。是，霍总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没有认错人，我邀请的人是你，我手里的花也是给你南暮雪。南暮雪，你要抢我东西！抱歉，霍总，我不认识你，也不能接受你的花，你还是另选他人吧。你不认识我。是你啊？没错，我就是霍氏集团总裁霍全山，你就是我要娶一世荣华的。我昨天救过你，我可不想在这里面发生别的。南暮雪小姐，你愿意当我的未婚妻吗？我愿意。妈，选好了，南暮雪便是我的未婚妻，你未来的儿媳妇。天山，这么多的名媛千金，你确定你选她？阿姨。他就是造福家白氏白鹤的寄生虫，他怎么配得上你们霍家？对了，霍夫人，南暮雪是我前夫的女儿，自从我丈夫去世后，她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。我们雨飞看她可怜，就让我收留。如今呀、被你们霍家选中，我们惶恐不已。嗨，原来是霍夫人，那岂不就是丑小鸭？这种人怎么会在你面前？我看中的女人
配不配得上我说的算。妈，我带木子去培养感情。哎，天然，你回来。我们就这样走，没事吗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没事，我跟他。苏南牧师，骗我的钱，对你形象，我问你，你怎么管？宝夫人，你听他们劝，你牧师，回去我就好好收拾收拾他。就是，谁知道他使了什么不妙手，把顾少爷的魂都勾走了。夫人，听说您非常喜欢金木大师的作品，我女儿呀，特意给你备了一份金木大师的《孔雀列传》，您看看。哎，哎呦，真是金木大师的作品呀、啊！对，阿姨，这是我特意拿来，专门送给您，这最少也得上百万吧。何况金木大师的作品极难买到，你舍得吗？阿姨，这钱都是小问题，只要您开心呀、啊，李飞就开心，这都不是什么事儿。是呀、啊，夫人，这是李飞的一片心意，您就收下了。好，那我就收下。哎，对了，你叫雨飞是吧？真是个好孩子。阿姨，我都给您包好了。你这么聪慧孝顺，如果我儿子选你，那该多好呀！南木雪虽然是我的继女，但是她不服管教，品行恶劣。这今后有霍总管着，她肯定会改好的。哎呀妈，你的南木雪天天往外跑不说，昨天还差点把你烫伤，怎么可能会改好？什么？南木雪竟然是这种不听话、不尊重长辈的人！对呀、啊，阿姨，谁知道他做了什么迷惑了霍总？你可千万不能相信他。哎呀，雨飞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姐姐呢？都是孩子嘛，以后慢慢会改好的。都成年人了，还是孩子，不行，我不能让这种人跟我儿子来往。回家，去把霍总他们叫回来。妈，你叫我来是不是？过来。可是绝对不会同意跟这种女人来往。妈，是你说团饭的女孩让我挑选，我选好了，怎么？这宴会上其他的人你都可以选，唯独她不行。妈，是你说团饭的女孩让我挑选，我选好了，怎么不行？先生，你可是要气死我！阿姨，我你给我闭嘴！这是你说话。阿姨，您别生气，不能这种人气坏身子，值了啊！我自己的女人，我自己需要你，你走。先生，你千万别因为我和你妹妹的事情。好，今天到场的所有名媛都送给我见面礼，就连雨飞刚也送我的嫁妆。南木雪，你拿什么跟他们这些人比？凭什么能证明你配得上你儿子？是啊，南木雪，这条项链可是我从金木大师那里买的，价值200万，你送得起？李飞啊，真是有心。这恐怕不是金木大师最近的。南木雪，你该不会是嫉妒我才说这是假的吧？这明明是我从金木大师店里买的，霍阿姨刚刚才看过的。我的意思是，这玉坠并非是假的。但是是金木大师不要的三字，不是真正的那个。你越说越离谱，金木大师出了名的严苛，从不会卖残次品。没有，你说的是真的。够了，胡言乱语，立刻离开我，滚出霍家。妈，木雪以前是南市集团的千金，我见识不凡的，不会说谎的。儿子，他还没进门呢，就把你勾引的神魂颠倒。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不是你儿子，但我相信他。你说这玉坠是假的，你当时拿出证据。这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严格，所以他要求自己的作品零瑕疵，售卖的产品也是。您可以检查这个玉坠是否完整。
竟然真的缺了一脚。这怎么可能？当初我有幸去过静怡大学的工作室参观，因为我的不小心打脚，导致他将玉坠漏缺了一个小角，所以当时他直接将玉坠扔在一边，打在了另一边。马雨菲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送给我残次品！阿姨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个真的是在金木大师店里买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霍夫人，我跟你说，绝对不是他干的。雨菲她是个好孩子，肯定是那个店铺出了问题。南梦雪，就算雨菲送给我的是一个假礼品，那你拿什么来证明你配得上我儿子？妈，如果您觉得我没有送给您像样的礼品，这条玉佩是我们南家传了几代的传家宝，当初金木大师要求1亿，我们南家都没有卖。不知您是否喜欢？这玉佩是你的传家宝，怎么送？救过我，我自然会帮你道歉，先回吃饭再说。连传家宝都送上，那你就老婆我娶。胡说什么？南家的传家宝价值1亿。霍夫人，你说好？好啊，南梦雪，你爸到死都不肯给我这个传家宝，闹半天在你这个小贱人手里。因为他是我们南家的根本，所以我爸宁愿跳楼也不会变卖，绝不卖他。根本？那雨菲也是你爸的孩子，怎么单给你不给他呢？哼，因为你们从始到终都没有上过南家的心。今日这个传家宝我去送给霍夫人，还请您收下我的心意。既然你这么不上心，那我就收下。妈，暮雪这么看重你，连传家宝都送给她，您就别管我的事儿了。行呢，这蓝暮雪也不像传闻中的顽劣不堪，你们呢就了解了解吧。你连传家宝都送给我妈了，你自己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反正留在我这里也没有用，说不定之后会被我父母拿去卖掉。送给你妈妈做礼物呢，还可以很好的保存，很好了。我霍千山可没有白白占女人便宜的道理，不会送你更好的。那真不用，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呢，以后谁欺负我了你帮我就行。这个不用你说我也会帮你。我去个洗手间。妈，又让那个该死的南木穴出尽了风头，再这样下去我就彻底完了。哎呀，谁知道那南木雪还藏了一手，早知道传家宝在他手里捏着，我们早就拿走了。那是单独放，一会儿夫人亲自来拿。好的。我说过这么多年就没做什么过。等会儿啊，我去把那个看鱼的门支，你去把那个玉佩换出来。什么？妈，你让我去偷玉佩，这怎么行？你小心一点。但是这本来就是你撤楼下之宝，不然就偷了，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啊。不是还有南木雪给咱们背锅吗？南木雪，你将这玉佩藏着掖着，想用来讨好霍夫人，想一飞冲天，我才不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呀、啊、就等着被霍千山厌弃。南木雪，你不在那好好陪霍夫人，不能慌忙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南一飞，我只是路过，什么叫偷偷摸摸的？你不是也一个人在这儿吗？过来，你少胡说八道，算了算了。阿姨，你们怎么没在宴会厅上坐，跑这儿来了？几位夫人得知霍夫人未来儿媳送来的上亿传家宝，都想来看看呢。那您怎么不让人给您送过去，还亲自跑来？这不，几个姐妹啊，都迫不及待的想过来看看，两边也不远，干脆就一起过来了。
我们也坐累了。听说霍夫人为了儿媳妇送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礼物，我们也想去看看。阿姨，嗯，哎，各位啊，她就是我儿子看顺眼的姑娘，叫蓝慕雪，长得看着还行，咱们去看看传家宝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蓝家传了几代的传家宝。哎呀，这就是这个玉佩啊，不过这质地看起来好像不怎么一润呀。不是说顶级的翡翠所做吗？我家是开珠宝的，这个玉佩明显价值就是十几万。什么？不可能吧？这是金木大师亲自鉴定过的。这怎么回事？金木大师是不会撒谎的。阿姨，能否把玉佩给我看看？阿姨，这不是我送您的那块，我送您的那块为祖母绿所制，色泽翠绿明艳，生机盎然。这块玉佩却是如这位妇人所说，价值只有十几万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安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管家给我的就是您手里边这个盒子，我从来没有动过呀。叫管家来。夫人，这玉佩我是当着您面放进去的，我给安保的途中也从未打开过，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啊，不是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刚上了个厕所，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段让人给调包了？对呀、啊，阿姨，这个呀、啊、肯定是被人调包了，要不然啊也说不过去。什么？竟然被人调包？谁这么大胆子，竟然敢在霍家的宴会上调包？管家。去询问每一个来过的人，等等，只问年轻人和孩子，不要惊扰了其他贵客。是，夫人。怎么了？是我之前送给阿姨的玉佩被人调包了。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霍家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？这件事我来调查吧。儿子，我已经让管家去了。等管家回来我们就知道了。夫人，我询问过了，这段时间大家都在餐厅，从未有人来过此处，不过南小姐一家来过此处。我们刚刚是路过和夫人您聊天呢，不信你可以问安保小哥呀。对呀、啊、我刚刚倒是看到南慕雪在这停留，我呀怀疑是她自己舍不得把传家宝送给霍夫人自己调包。我说呀，雨飞说的对，那东西可是价值无上的传家宝，怎么轻易能送给别人呢？肯定是慕雪干的。南慕雪，是这样吗？你们不要胡说八道，我既然已经将玉佩送给了阿姨，我就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。阿姨，霍先生，你们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妈，慕雪我了解，调包的事和他没关系。他表面上是送给你们了，实际上那可是南家的传家宝，怎么能轻易送人呢？你也不想想。我没有。没有？我丈夫宁愿自杀都不肯将玉佩卖掉，足以证明这玉佩的重要性，他肯轻易把真玉佩送给别人。哼，就是啊，霍少爷，你可千万不要被这种女人蒙蔽了双眼。对啊，我家如果要是有玉佩的话，即便是我丈夫要我也不会给他。南慕雪还没嫁进来就轻易的把玉佩送了，反正我是不相信。南慕雪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现在就该滚出霍家，你要脏了霍家的地。不是，阿姨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不是这样的呀？你还在这狡辩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帮着这个南慕雪呀？霍千山，你还不赶紧让他滚出去。妈，我相信他，他愿意送玉佩是因为看中你，所以才把这么贵重的传家宝送你。你怎么能相信别人不相信他呢？总之这件事儿，容不得任何人污蔑。阿姨，我确实是真心当年是长辈才把传家宝送给你，调包的事真的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做的，是谁做的？你敢说你对得起南家的历代祖宗吗？就是，你对得起南家的祖先吗？你对得起跳楼的爸爸吗？我对得起爸爸，我对得起南家，
爸爸既然把传家宝交给我，他就告诉我任由我处置。既然是我的东西，你们凭什么来管我？还有，你们说我调包，你们有证据吗？证据？要什么证据啊？要我看呀，就是你自己打定主意，敢做不敢认了是吧？不是我做的，我为什么要认？如果你们有证据，那我无话可说。但是你们没有证据，凭什么来污蔑我？认真对他，别忘了来这个地方的还有你们两个。我倒是觉得这事是你的调包。霍泽，你这就是在污蔑我。你想，我们怎么会干调包这种事情？你们家虽然比我们家实力雄厚，可是我们也享有资产，我们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？笑话！你们不承认没关系。秘书，既然你们都在这儿，那就直接私吞。霍总，你和我找到了方便出现。很好，谁先来？什么搜身？我不同意，你们这是对我们的侮辱。南雨菲小姐，事关清白，您配合。什么呀，霍夫人，这怎么能搜身？这让我女儿出去怎么见人呢？是呀，阿姨，你说这要是真搜了身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不仅别人会误会你，还会让你们霍家遭受脏水。这搜身就算了吧。哎，人家是妈，私下搜身确实违法。这样吧，你们自己做决定，想要证明清白，那就让大家信。我愿意证明清白，搜身。妈，你看看。只有清白的人才敢大大方方的让人看，而某些推三倒四的人很明显心里有鬼。对啊，要是没拿的话为什么不让搜身？这也太奇怪了，夫人。就是，我看这人就是有问题。我没有调包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要回家。蓝小姐，你还不能走。你放开！你让开！我女儿身体不舒服，你赶紧给我走开！不能走。你这是我的东西，你还给我。没错，这才是我的传家宝。那玉佩，果然是你换走了玉佩。我说怎么这么着急走呢？原来是贼喊捉贼，害怕才跑。现在大家看到了，真正调包玉佩的是南雨菲。南雨菲拿走的，刚刚都被他骗了，真是人狠貌相。拿走了玉佩不说，还恶毒的对季姐泼脏水，这太恶了。南夫人，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女儿。哎呀，不是，这是姐姐和妹妹之间开个玩笑。好一个开玩笑啊！你们也好意思说的不好。总之呀，是雨菲玩心太重，我让她给霍夫人和姐姐道歉。阿姨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现在你年纪小，算了，我也不跟你计较。主要是慕雪受了委屈，跟她道歉吧。快给姐姐赔礼道歉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慕雪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你看，妹妹都给你赔礼道歉了，道歉我收下了。总之，我希望雨菲是真的认识到了错误。那好了，大家不是要看传家宝吗？来，我们去那个吊堂地方看看。那你穿衣服。啊，暮雪，等等。啊，暮雪，今天都是我们不对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啊，今天这衣服也脏了，这衣服理应我赔。雨菲。把那件晚礼服给姐姐拿过来，赔礼道歉。那你非得不是女婿啊？用不着你们假惺惺，我女人的礼服我自会准备。秘书，去将最好的晚礼服买来。是。霍总，不行，这事不妥。平时呀，你母亲对南慕雪没有什么好感的，现在你又大张旗鼓的给她做衣服，恐怕以后对慕雪更没有什么好感了。慕雪。你说我说的对吧？穆先生，要不你还是别整了，我随便穿穿吧。我也不想穿。已经考虑的太多了。行吧，这次就哎，这就对了。
雨飞，快把那件衣服拿过来。那是我准备的衣服，我为什么要给他？那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，赶快去！拿去拿，烦死了！南雨飞，对不起，要不算了吧。我在外面有个事儿，要不就先回家。那怎么行呢？你想，你跟霍总刚确定好关系，这你一走，霍夫人会怎么看你？赶紧换衣服去，小心着凉了。霍妈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总觉得不对劲。霍先生，那我先去换衣服。以后要是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我的女人，你们就给我等着瞧好了。哪里啊，不敢不敢，霍总走好。妈，你为什么要把我准备的备用礼服给南木雪呀？刚刚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也不会受那么多委屈。这下倒好，霍夫人更看不上我了。闭嘴，你这个蠢货，让你换个玉佩你都给我没办好，还被人发现，我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女儿？哎呀妈，那能怪我吗？就那么一点时间，我能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懒得说你了，你去把宴会的周总给我领到换衣间去。周总，哎，妈，你说的是对南木雪有意思的那个老头？所以你刚刚让我拿衣服，是为了让朱总有机会接近南木雪，然后让南木雪跟朱总大家看见，让南木雪名誉扫地，被霍千山彻底厌弃。还不算傻到了，还不赶快去？我这就去。南木雪，让你跟我断，让你跟我抢。宝贝，朱总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这是我的休息室。我就是特意来找你的。嗯，今天穿的真漂亮。你要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可是霍家，你别胡来。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能知道？再说了，你也说是这是霍家，对不对？那让我们赶快开始。时间不等人呐、你要干嘛？哎呀，宝贝儿，你跑什么？看，摔到了吧？乖乖的，让我保证带你出你后妈的那个火坑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如何？你别动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是霍先生的，我救了他的话，你再这样做的话，我让他把你的公司弄倒闭。你可真会开玩笑，你不能因为我才来宴会就以为是嗯哎呀，我没骗你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承认你是长得很水灵，很让人垂涎，但人霍家是顶级豪门，霍总更是人中龙凤，怎么会看上你这种落魄千金呢？你不信，你随便找一个人问。嗯，我是真的不信，但是这么好的机会，什么时候还能碰上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别碰我！我要碰，我不但要碰你，我还要让你今天变成我的女人。妈的，真无脸了！你竟然敢踢我！你放开我！妈，你喊了！救命！是你先妥协，还是人先来救你？救命！我姐姐刚才进去换衣服，我怎么唱的都不开，她都进去很久了。你过去看看。我最好别找她事，要是她出了什么事，我要是真不明白。是这样的，我姐姐刚刚进去换衣服，进去好久都没出来，我还看到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跟着我姐进去，我担心出什么事儿，这才让霍总过去看看。
什么？我们家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？走，我们赶紧过去看看。走，阿姨。不，救命！赵安，我看今天是你先求饶，还是人先来救你？住手！呀，这人，我，你。吴先生，你终于来了！你怎么是？胡总，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，我今天让他生不如死！不要，胡总，我错了，我真不知道当着您的女人。你放我一条吧！这么长时间都没完事，真是个废物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慌慌张张的？哎呦，暮雪，今天本想着你和霍总情投意合生息了，没想到在这儿私会这个野男人，哎呦，羞死了都！就是说啊，姐，这里好歹是人家霍家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这种人太恶心了吧！没想到霍总也会看错人。闭嘴！想要污蔑我女人？霍千山，现在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怎么还能被这种女人蛊惑？阿姨，我没有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说，是这个人他想对我图谋不轨，我没有和他私会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死鸭子嘴硬？我们可都看到了你勾引人的样子了。哼，就是。我平时就看到你跟这个朱总呀卿卿我我的，哎，霍少爷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那样子所骗了，这个人呀玩的可花了。南雨飞，你不要污蔑我，我没有，明明他就是你们的合作伙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阿姨，我真的没有，你不要相信他。你给我闭嘴！现在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还狡辩什么？我们霍家也是要脸面的人，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也伤了我们霍家的地。等等，妈，既然你不信，那就让当事人来说说怎么回事。你来说说，你今天为什么在这儿？是南雨飞他们找我，叔，南暮雪是未来的霍家夫人，只要我今天能搞成南暮雪，以后他就会让霍家罩着我们朱家。胡说什么呢？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些呀？我没有胡说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还有和他们的通话记录，都是这俩娘们，是他们害了我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现在什么都告诉你。我求您放我一次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原来事情是这样啊。羡慕人家姐姐得了霍总的青睐，就这么设计人家，真不是个好东西。要不是霍总来得及时，这事还真说不清楚。是啊是啊，果然后妈就是后妈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。不是的不是的，阿姨，不是这样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母女竟然在霍家做出这种勾当，差点让我们霍家颜面扫地。来人，叫他们母女拖出去，日后不允许他们靠近霍家一步。另外，叫母女两次陷害我女人，实在罪无可赦。从今天起，谁敢与他们有生意上的来往，都给我掂量掂量。不要呀，你不要放上我们，求求你了。霍雪，你都说句话呀，我们公司出了事儿，你也会受到影响的。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等会儿宴会结束之后，我就回去把东西搬出来。从此之后和你们毫无关系。霍总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霍总不要，霍总不要，你别没良心的。让各位看笑话了，今天的宴会到此为止，各位慢走。你等等。我有些累了，你来扶我去休息。
阿姨，喝水。那如果阿姨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。站住！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难道看不出我留你的真正意图吗？阿姨，我知道的，您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想让我离开霍总。算你啊，还有眼力见。我也不废话，像你这种差点让霍家蒙羞的女人根本配不上我儿子。你不是缺钱吗？你开个价，拿着钱离我儿子远远的。阿姨，我自知配不上霍总，但我也不是那种贪图钱财的人。行了，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，这玉佩我无福享受，你拿走。另外，我再给你一个亿，拿了钱就立刻滚蛋。如果儿子冤枉，好吧，那既然阿姨看不上玉佩，还非要给我钱，那我就收下呗。既然你收下，那就听话，别再纠缠我。那可不行，相比较一个亿、身价上千亿的总裁，更行。你好大的胃口！妈，怎么了？儿子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这女人多贪婪，拿了一个亿，还想纠缠你。现在你该看清这个女人是看中你的钱了吧？妈，才一个亿的分手费，这不是侮辱你儿子吗？换我，我也不同意。对啊，那这一个亿就赏你了，谢谢你今天应声就来。这算是你给我的保养费了。好，我收下了。你们是要气死我？算了算了，我也懒得管，反正没我同意，你也休想娶这个女人进我霍家的门。霍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要不然我去告诉阿姨我们演戏的真相。什么演戏真相？我可没演戏，何况你给我的包养费我可是收下的。你别胡闹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去看看阿姨。都讨好婆婆了还死鸭子嘴硬。来人，给我准备至尊 VIP 房，今天气得我眼角纹都出来了，得赶紧做做美容消消气。至尊 VIP 需要预约，而且今天包房已经满了，不过上月顾客马上就要出来，你先等等，我去帮你准备养颜汤。你快点，你先坐。快点，这家店也太不专业了，怎么能让客人一个人活着呢？算了。我呀，是这家美容院的顶级 VIP， 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人物。简直不可以！你什么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打翻了我的燕窝，我这燕窝呀可是价值上万的，赶紧给我赔钱！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是你先撞了我，而且弄伤了我的手，你得向我道歉！我呸！让我给你道歉啊？你想得美！你今天啊不赔给我10万，你休想走出这个门！外面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必须给我道歉。不就是10万？哎，你这个老太婆这么大的口气啊！我今天啊就不给你道歉了，你赶紧给我赔钱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硬气啊！你这个老太婆，给我放手！放手！阿姨没事吧？你这人怎么推老人呢你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是他先打翻了我价值千金的燕窝，我让他赔钱，他不赔，我才推他的呀。你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先推了我，而且都伤了我的手，怎么会跟你没关系了？这个阿姨，可能今天演讲的真好啊。站住！要走也可以，先我赔钱。
你这个人撞了人还想讹钱，你怎么这么无耻呢？让开！今天你不赔钱，你们就别想走。你几位客人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老太婆呀，她打翻了我的燕窝，还不想赔钱就想走啊？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店里，赶紧给我解决。她要是不赔这10万块钱，那你们店就给我赔。老夫人，你别生气，消消气。客人，这是夫人手上一人幸亏的夫人，你们欠人家10万，赶紧还吧，不然你们今天不会好过的。哎，明明是你推了人，什么叫我们欠了钱？你们能不能讲点道理？道理？你要讲道理啊，跟我讲呀。啊？我不想跟你吵，现在必须要看一下阿姨的伤口，否则霍家跟你们没完。什么霍家矮家的？我可不怕。我可是霍氏集团霍家的霍夫人。你是什么房地产新贵吧？行，我告诉你，你们王家马上就可以。不是，我呸！你吓唬我呀？啊，我可不是被吓大的。你要是霍夫人，那我就是霍家的老祖宗。放肆！老太婆，你才放肆！你敢推我是吧？你找打！我可以作证，阿姨就是霍夫人。识相的，赶紧给我让开！你给我放手！才不相信你们说的那些屁话呢！再放手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阿姨，你先走，处理伤口要紧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拦住那个老太婆，不然我把你们店全都封杀住！什么？儿子，总算来了！你看这个女人，她不但弄伤了我的手，她还不让我去医院。我会给你讨回公道的。不是，送我妈去处理。都给我站住！都不许走！否则，我让我们王家都封杀你们！王家是吗？很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王家将不复存在。你谁呀？好大的口气啊！我们王家呀，可是靠房地产起家，资产上亿的。就你个毛头小子，你还想捍卫得了我王家？我作证，霍先生就是霍氏集团总裁。我好心提醒你，你最好赶紧认错，否则就铸成大错了。我呸！就他个毛头小子，还是霍氏集团总裁啊？你们当我王爷是傻子呀？我才不信。不信是吧？那你等着瞧好，不出几分钟，你们所谓的王家将彻底消失。王家王英欺我母亲，伤我女人，传我命，即刻封杀王家，逐出北城。呀，这戏不错呀，可惜啊，我不会相信你们的。是吗？我数三个数，你就会知道你刚刚说的有多牛。三、二、一。哎，我老公来电话了。哼，臭小子，你一会儿啊就等着道歉吧。喂，老公啊。什么？王家被霍家强制收购了？王家破产了？不是，怎么会是这样啊？哎，老公你别吼我，我没有得罪霍家的大人物啊。什么？你真是霍氏集团的总裁？没错。霍总，我有眼无珠冲撞了霍夫人，我错了。你大人有大量饶过我一次吗？霍总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来人，将他拖下去。我真的错了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阿姨让别人做。妈，还疼吗？感觉如何？还好。木雪，你过来。阿姨，对不起啊，要是能早点找到您，
就不会让您受伤了。哎呀，今天啊，幸亏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真还不知道怎么对付那个泼妇呢。以前啊，都怪我，是我拿有色眼镜看着你。我以前错了，错得太离谱了。你呢，真是个好孩子。阿姨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总之啊，这次谢谢你们，我累了，好了，也不占用你们培养感情的时间了，你们出去吧。那妈，你好好休息。哎，阿姨现在好像不怎么。是啊，我妈现在已经接受了你了，所以我们不如假期乘坐吧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去找房子，不然我后妈肯定要把我的行李全部都扔出去。房子我都安排好了，跟我住吧。不行，我习惯自己住。行吧，送你吧。妈，这次丢脸不说，还被各大黄男封杀。该死的男女，早就不带他去了。行了行了，闭上你的嘴。去接个电话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妈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公司各个项目现在都被取消了，这下完了，那公司说完蛋就完蛋了，公司完蛋了，我们也跟着完蛋了呀！怎么会这样？这个霍千山怎么说封杀就封杀？妈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还不是都怪你，真的什么事情都怪我。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公司这样下去真的不行，必须得把投资。现在谁还敢得罪霍家而来帮我们家的公司呢？哎，妈，这霍家虽然说在北城只手遮天，但是那财力雄厚的吴家不就不怕他吗？我可听说了，那个吴总一直想生个儿子，这都结了七八次婚了还没个儿子，听说啊，现在都重金求子了。这件事啊，我也听说了。吴总都娶了八次妻子了，但是没一次能如愿。哎，听你这样说，你有主意了？妈，咱们呀，让那个蓝暮雪嫁给吴总，那这样呀，他不就断了跟霍金山的关系了吗？而且啊，还能让吴总给咱们投资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。就是到那里，南梦雪会不会同意？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只要等他回来，我有的是办法。这件事儿你就交给我办，等着瞧好了。哼，快回去吧。真的不和我住一起吗？你放心吧，房子我已经找好了。该死的蓝暮雪，我让你得意一会儿。哟，这不是昨天出去梦游的蓝大小姐，看上了霍真，家都不回了。蓝暮雪，一点矜持的规矩都没有，这事传出去让霍家嫌弃，以后让你竹篮打水一桶空。南暮雪，你是聋子吗？我们说半天话你听不见。哎，你蓝雨菲，你别以为你在宴会上设计我的事情我不计较就代表我很不欺负。把你的猪蹄子拿去。你说谁猪蹄子呢你？别太过分了。呦呦呦，你这是攀上了霍真，了不起了是吧？我就霍上了怎么样？你随你怎么。南暮雪，作为你的长辈，我有权管你。现在公司濒临破产，你得负责。我呀，给你找了一门好亲事，
过会儿有人派车来接你，你得好好打扮打扮。你们凭什么负责我的婚事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的长辈啊。哼，南宫雪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，我们给你找的呀可是资产上亿的吴总，你要嫁过去啊就一辈子衣食无忧，你呀就对呀乐吧。吴总他都可以做我爸爸了，我凭什么嫁给他？反正我不嫁。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这样好的婚事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，我劝你啊不要不识好歹。这样好的婚事你们怎么不嫁？要嫁你们自己嫁，反正我不嫁。爸，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这样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哼，赶紧把他送到吴家去。嗯，我看是你他还有什么好嘚瑟。喂，我曼珠保护南小姐的保镖说就在刚才南姑妈带去吴家了。什么？这对母女都这样了还敢对我的人动手，简直活得不耐烦了。我的人要是少了一根红，我要他们全部。走，带人去吴家。长得挺漂亮，这身材是个生儿子的主啊。你到底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别害怕啊，你是我新婚的妻子，今天是咱们的好日子啊。你可能不认识我，给你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是吴家的家主，也是你新婚的。别动啊，吴总。所以后面把我就是送到这儿来了。不是的，吴总，你听我说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妻子，你放我离开。哎，那不行，我给你后妈那可是白纸黑字立有协议的，除非你给我生个儿子，我就放你。不行，协议是他签的，我没有同意不算数。你后妈说吧，你这身子是能生男孩的主，除非你给我生个儿子，我就放你走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好吧。我后妈她是骗你的，我身体根本就不好，生不出来。生不生这就知道，要儿子啊。等等，你有没有读过书？初中课本上都说了，生不出儿子是你们男人的原因，跟我们女人没关系。难怪你娶了那么多老婆都生不出儿子，就是你自己的原因。不可能啊，说你是文盲你还不信？你娶了那么多老婆生出来一个儿子了吗？你要么去看医生，要么就多看书，你不相信你就看看我说的对不对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又怎么样，我给你家那么多钱。那是我后妈他们签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能没关系？乖乖的听我话，等着我家。啊，我是霍氏集团霍总的女人，你敢欺负我你就完蛋了。霍氏集团霍总，我就不相信为个女人他还能跟我闹翻脸不成啊。我是霍千山的女人，我告诉你，你敢碰我一根汗毛，还一定让你们吴家不得安宁。霍千山不过一个黄口小儿，别人怕他，我可不怕他。吴总，吴总，吴总，我求求你，你要怎么才能放过我？小美人，你乖乖听话啊！这个大胖小子，我自然放你走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你放开我！该死的！来人！把那小妮子让他好看。是。我杀了！我杀！你可真不听话呀、啊！既然这温柔的你不行，那就别怪我。来人，把他放。你放开我！住手！敢动我的女人，活得不耐烦了！上！干什么你？
我跟你说，黄国小二，我可是老人家，你有你这样对待长辈，你赶紧让他放开我！我跪下，我道歉，否则吴家给你混账，势不两立。下定收购，如今已经没有吴家了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不信是吧？好，电话呢？ 吴家已经被换成其他村民了，吴家没了。啊，我们吴家可是百年望族。你们吴家内部腐烂，早已是个空壳，还百年望族？你敢欺负我的女人，死一万次也不足惜。拖下去，放开我！ 走，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穆晴，快叫人放了我们吧，我们好歹也是你的亲人呀。难不成？难不成你要大义灭亲吗？嗯，对，我就是要大义灭亲。把公司收回来，咱们咱们就得走。好，带你去。不要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好了，欺负你的人都解决了，别害怕了。